哎、欸，这设定有问题吧？又三个，刚刚加了六包，我们这一台就出了。战利品单车，满两大箱啊，15台不一样的商品就可以换一台电视的抽奖机会。在讲什么？你以为是25台就可以得到电视了？所以可以有一个抽奖机会，你就是不一样的东西、啊。然后这个是8台不同的商品，你就可以换抽一次大熊的机会。意思就是说、啊，他们其实这边每一台都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有82台机器、都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，因为我们还有这样自己几集下来，一直还没有做过这种清台的事情。今天想要来 clean table 一下，就是把这边的每一台机器都出一遍。好疯狂！理论上82台嘛，多少钱呢？82台，我们每个都出一个的话，至少就可以抽3次这个红包，这个还可以抽10次，应该有几率可以抽到。试试看，所以我们今天准备了比以往还要多的这个假物金，我们今天准备了3000元，看看3000元应该可以吧？3000块能不能帮我们变成一台那个变出一台那个电视跟一只大熊来？我想说，我比较想要大熊，所以我等一下抽中电视，我们就把它还给店家，然后拿大熊回家。我是不知道啊，再看看。好的，1000块我们已经换好了。那老板娘说她要先从最简单入口处。AKA 最简单的地方开始，他刚刚在那边说这个一副就是要掉下来，而且你看那个感觉就要掉了。好了，去你去碰碰看吧。我想今天的状态是这样子的，因为真的太多了嘛，不可能82台每个人慢慢弄，这样的话可能这集会有2个小时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太过于简单的，我们就给大家看画面就好了。那我比较有趣、比较好笑的，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得了，好，出一个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完成那个1/82了。大概知道这边要怎么夹。这边很特别，这是我不是用那种，之前没有看过，就是这种，它是拿那种像卖场推车一样。其实我觉得比较好，而且很有那种去卖场购物的，而且不会撞来撞去。对，照顺序嘛，第二台金沙。啊，那感觉要下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感觉一次会掉2-3个。碰一下，下来一个。你还想要加一个是不是？贪心鬼，压一下看看。2-3个，3个。其实还蛮好玩的、啊，这里东西还不错，夹。抓这个，抓这个。抓哪个？这个。对对对，抓那个，抓那个，抓他的头就好了。这里吗？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。这里。然后甩，左右甩一下爪子，对，然后下去。有，抓到了。哎、欸。哇，你好会指导。我突然发现有点想要放弃那个全部夹完这件事情。你知道把我们选择把这个海苔全部清完好了。差不多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再试一次，把它抬起来。可以。可以了 ，OK OK， 拿起来吧。可以了，超靴4包海苔啦，海苔富翁。你喜欢吃海苔？夹起来。你好厉害哦！这个就是要这样夹起来。你说它叠得很满吗？就塞这样，就是把它夹起来就好。你好聪明。等一下，各位观众，很像一打全物金额。好吧，我们莫名其妙捡到一个宝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这种时候越赚越好，直接夹个3罐。其实你又不爱喝。有2罐，赚了。要是感觉好难度了，又来有一点难度的东西啦。这经过刚刚前面都太简单了，我觉得这个播出来果冻，好像不是。10块钱，谢谢大家。那这样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请旁边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。压一下就出来了，请你配合一点，先生。好，很好。哦，蛮简单的。你今天突然间夹娃娃的那个大爆发，就像麻将一样。
你说我要夹这个吗？抽针油味吧，然后后面的乖乖可能跟着掉下来之类的。你懂吗？太崩了吧，有够崩啊，崩到像 Z 的一样。我没有，我是靠临时力，我是临时。一二三四六八八五六。好，哎，你搞得我好像，我好想玩一下这一台，压这一下会怎么样？哎，这设定有问题吧？又三个。我不知道。那去碰一下后面。好啊，谢谢。哎，庄俊，我有两个了。你要少台是不是？这个不能，不可能吧？又一包了，又一包了。哎，这台好好玩啊、哦！我可不可以改变计划？我们就清这一台就好了。刚刚又一包了，我现在已经其实不知道它到底下面有几包了。谢谢。等一下，一定要来数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刚刚加了六包，我们这台就出了十五包了。太疗愈了吧！等一下，如果有剩的零钱，我们再回来玩这个。嗨啾！怎样？你想要再多一点是不是？嗨啾！好了，可以。一样嘛，重心在下面，先把它抬起来再说。嗯。然后轻轻的压到，抓薄一点。不可以吗？太薄了。有。哇！哇，三包！哇！剩下的十块就拿来投这里。哇，你好正确的选择呢！啊，太棒了！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三车，大概这样是几篮啊？一二五篮啊，五篮。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五篮可以让我们抽几个奖，我们来去抽奖。所以说，总共我们可以抽两次红包。可以抽两次红包，然后因为总共是八台，可以抽七次这样子。哦，用这样直接搓。哇，这个。这个。嗯，这什么？二十元体验金。这是下次来的时候可以跟贵兰喝。哦。然后这个是一次 cookie 饼干一包。哦。所以你还会有饼干一包，然后还有20块钱。好。那其实还不错啊。谢谢。那红包带还你吗？对，好。好，那现在换我了吗？自己选。电视剩一台嘛，有三台，他已经抽掉两台了。
好，那我这个好了，凸出来这个。哇，凭券赠送20元，一样啊，一样有一个 cookie 哦，哇，饼干富翁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但没有不用怕，我们还有七次熊可以抽，我想要熊，那熊要怎么抽呢？好，我们这个就看到里面是红色的签，对，然后这个就跟文具庙的球怎么上下，要甩甩甩甩甩甩，如果是红色的，那就是中奖，然后里面有七次。然后我们是可以是这样，当你抽出一只，对，抽出来的我们那才知道放回去。好。哦，所以几率每次都是一样的。好。他们好像给人家看还蛮。对啊，至少确定里面有。对对对对。你要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所以知道怎么是要这样用？有想要作弊的感觉哦。出来了？没有。没有。其实这个做的蛮可爱的。是自己做的。你想要作弊吗？没有，重点是其实看不太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想要作弊也没太好做，哇，没有。你们准备了几只熊啊？我们有十几只。十几只啊？什么时候开始抽的？前天。哦，前天开始已经送两只了吗？没有。我们抽三次嘞。呼。几次了？四次。看它搅动。哇，没有。这是第五次了吗？有咯，我觉得他这只不是很想出来哦，他有在挣扎哦。你那个耳朵过来，我戳一下。干嘛？要不戳戳下去红红？好了，最后一次交给你。啊，压力很大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用剪接的。哇，是没有，好，剪掉，然后来拿红车出来。好，感谢。其实。花3000元，假如要加300次，好爽，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，有点累，该去吃饭了。嗯，那这个熊啦，我们故意不抽给不抽出来的啦，大家自己来这边玩，自己来抽。对，其实吧台就有。很快啊，因为这个很多，你大家刚刚有看到，就是很多就是10块钱、10块钱、10块钱就有了。对啊。你顺利一点的话，花80块就可以抽一次熊了，其实蛮划算的。而且它的技法是说。这个8次算完之后，你新的又再算8次，所以你可以重复好几个8台，没关系的。对，还蛮不错。好，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，其实很多啊，满满两大箱啊，各位完全封不起来的箱子啊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